头头们，别跑了，你已经被包围了。想抓到我可没有这么容易。头头们，能量变。哎呀，我可不是故意的。救护车，救护车。救护车也撞倒了，怎么办？我们可以找嘟当曼，嘟当曼帮帮忙。遇到问题就找我，我是你们的朋友嘟当曼。嘟当曼，这里发生了车祸，我们需要救护车。没问题，交给我吧。嘟嘟当，嘟当，嘟当。好像我也遇到点麻烦，看来只能手动变形了。可是嘟当曼变得太高了。妮妮，我们可以找方大手和小朋友帮我们。小酷，听说你在找我们。你们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？马路上发生了车祸，我们需要救护车。可是杜当曼变身救护车出现了意外，你们能帮杜当曼变身救护车，让他去拯救受伤的人吗？任务：帮助妮妮、小酷，让杜当曼成功变身救护车。当然可以，我来拼这个救护车。小朋友你呢？我也愿意帮忙，我来拼这个救护车。好的，那我们开始吧，看谁拼得最快。首先要合并双腿，然后扭转方向，接着抬高嘟当曼的双臂，让它向中间并拢，然后旋转，对对，然后再掰过来。好的，没问题。嘟当曼变形救护车可以增加孩子的感性认识，引起联想活动，救护车就能联想到医院，医院与家庭的关系，这些可以提高孩子分析、比较、判断、推理等能力，培养思维的灵活性跟敏捷性。我们成功了。太好了，谢谢你们，嘟当曼成功变身救护车了。我们快去拯救受伤的人吧。嘟当曼变形系列还有更多好玩的玩具，想了解更多关于嘟当曼的信息，别忘了关注我们的节目哟。关注我们的节目哟。